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呢，晚上的时候带这个同事啊去玩那个高雷宝可梦集啊，所以比较晚回家哈。现在回到家，那有一些游戏内容还没有 follow 到。不过呢，有一个东西我有 follow 到，就是这个福袋。啊，这个工会朋友跟我说啊，就是这个福袋呢一定要买 ，CP 值非常高。那这个福袋呢，就是纪念首位大师 B 战棉花。啊，这个大师呢指的就是这个大师。啊，大师，专业技术这个大师。我没想到今天才有人搞到大师 ，OK。好吧，那既然说 CP 值很高，那我就买吧，170元，然后有10个神秘卷轴跟一箱这个，主要是拼这一箱啊，这箱什么顶级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那么有价值啊。好吧，那就买，一个账号只能买一个，确定，好看一下到底买到什么好看的东西，已经购买，好，我这个绑手机啊，购买的话非常方便啊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就购买完成了 ，OK， 好了，领出来。全部领取，我们待会神秘卷轴也是给他抽光光哦，还有这个，把这个给他打开一下，反正我终究是要拼保底的，那待会就立刻抽啦。好，先开这个箱子，把这个顶开来看，没办法看，好吧，那就只是开启了，不知道可以开到什么样好的石头，开启，哇，怎么那么低？这4.4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好还是不好？这是最烂的吗？效果抵抗率加4.4卡，这个好还是不好？好像很好，又好像不好哎。我待会再截图问一下工会的朋友好了哈。这个可能是很好哦，因为你看，金色的，好，黄金色，黄金色应该是最好的啦。好，这个游戏都是这样子的，金色是最好的，这个应该是顶级石头。待会分享工会他们都会吓到。好，那接下来召唤个这个魔灵吧。来，这个啊，这个保底石的话我还差60抽，啊，说不定这次就给他抽到了。有紫色的吗？好吧，正常发挥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有一个四星的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来，元素战斗之熊、玄怪、巨蟒、圈身。好了，这个我早就有了。格鲁达，又是格鲁达，还是没有了，这是米拉，又是格鲁达。啊，要么巨蟒，要么米拉。好吧，就这样子抽完了，我还差50抽，我就可以拼保底奥雷克了。OK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子，我就到这边了。我开到这个东西，我要去问工作朋友到底是不是宝物了。拜拜。